婚姻观文化处首次举办文创周活动，从斗六、斗南、湖北、西丽甲北港五大主要的文创聚落结合做会，举办创新设计甲美食庆典活动，而且活动阁延伸到高雄历史隧道所举行的嘉宾市集，和平将来到婚礼，会当伫即个所在，食在地文创，啉在地嘉宾，品尝在地美食。婚姻观出名，若有庙宇文化，亲像甜花、金刚等等的工艺，也是咱在地非常珍贵的资产。利用传统加上创新，婚姻观文化处就首出来举办文创周活动。第五个文创聚落包括有斗六、斗南、湖北、西丽甲北港，推出各个所在风格特色。结合学校，像迎科大、辅科大、环球哦，以及我们在地的这一些聚落，还有文史工作者，还有青年呢，一起把在地最道地的这些文化，然后透过设计的方式，然后成为一个所谓的产品。那当然我们县府现在在推这个云林良品，那除了农产品就是列为云林良品之外，在文化处推广的这个文创作里面这个云创点睛呢，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些创作的作品呢，都也会列入为云林良品。每种长久发展的文化风华转变成创新的设计，除了是工艺师追求的创作目标，这次文创周活动来宾经由咱在地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卡苏隆重唱在每一个文创品家的南平顶面。不管是在斗六、斗南啊，咱的后背，甚至我们的北港、西螺，其实它都各有特色。那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我们这个文创聚落，经过老师们的加持，经过大家的创意发想，即使它不断的去蔓延出来，所以我们多么盼望以后在一个转弯、一个角落里面。其实啊，处处都有惊喜。介意豆豆啊，西豆豆啊，看观赏各式各样的文创，也是会当选择参加动态活动，用体验的方式去了解在地人文。我们结合那个他礼物，就是斗南周边的商家一些特色景点、特色小吃，然后带着民众去体验。那活动的话，就是在我们下礼拜16号跟17号有两场活动。很好，空间也不错，很棒，然后很多的书籍。孩子可以玩，然后设计空间有一些秘密基地，孩子有一些秘密基地，非常棒。为这礼拜六礼拜开始，为期两个礼拜，周末假期的文创周，东部第五个文创聚落展开，而配合台湾国际嘉宾节，高雄历史隧道的嘉宾市集，嘛同款有文创摊位会当坐，欢迎民众小聚来欢迎佚佗。记者陈伟，从报道。